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平时在买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很多，比如要买什么品牌，哪个 4S 店口碑好一点，或者是贷款买车还是全款买车，我们今天去买车时该怎么砍价，去 4S 店买车时最多能砍多少，老司机按这价格砍准没错。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一辆汽车造车成本和最终售价比是五比十，就算是把税费算到里面，利润也很可观，所以在砍价的时候放心的砍，通常 4S 店是不会吃亏的。不过砍价也是有学问的，不能砍太多，比如爆款新车基本上只能优惠几千块，甚至有些合资车还有加价才行，毕竟销量好的车子不愁卖不出去。如果是看中比较好的旧车型，最好是挑个汽车的销售淡季去购买，销售员为了冲业绩时也会卖给你的。最后买车要卡在新的尾气标准实施前后，要是国六实施后，国五国四车会大降价，这时去买可以按照原车价 20% 砍，最终成交在原车价 85% 就行了。对此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别忘了点下关注，别忘了点下